陈伟英队友怪力男史坦顿 Giancarlo Stanton 已向马林鱼球团表达想被交易出去的意愿。消息表示，这桩交易目前并不急，不过在史坦顿考虑去的球队当中，今年国联冠军道奇队据传是他的第一选择。史坦顿想披上道奇的蓝袍不令人意外，他是南加州子弟，从小就是道奇球迷，而且过去在道奇球场出赛23场，缴出9轰25打点加击，回家比赛对他来说将是美梦成真。此外，史坦顿不但在道奇球场打得好，在其他国联西区主场也打得好。除了响尾蛇的大通球场，他在教室、洛基、巨人主场的打击率都超过30%，对道奇捍卫分区王座很有注意。道奇若要交易史坦顿，同样镇守右外野的普伊 Yasiel Puig 自然是最佳筹码。尤其普伊是古巴人，迈阿密则是美国加勒比海移民最多的大城，加入马林鱼也会有回家的感觉。然而，若说道奇强怪力男有什么障碍，莫过于豪华税。道奇明年还清肯定超过1亿9700万美元的豪华税门槛，任何超额的部分都会被大联盟课50%的高税率。根据新版劳资协议，找来史坦顿可能要多付数千万的豪华税。消息指出，巨人、红雀也积极想与马林鱼交易史坦顿，但这两队目前是否在怪力男提供的主力名单中，目前还不清楚。据说这份名单有一定的弹性，史坦顿也有可能跟动选项。一般认为，史坦顿交易的进行速度不会快于整个自由市场，毕竟自由市场上还有 J.D. 马丁尼兹 J.D. Martinez 肯恩 Lorenzo Cain 和斯莫 Eric Hosmer 与穆斯塔卡斯 Mike Moustakas 等强大野手没找到东家，签他们只要谈妥薪水就好，不像史坦顿要付出交易筹码。中时电子报。